徐老板刚800块钱买了个金毛，你们帮我看看怎么整。老板说说，老板说才8个月啊。然后，这是什么科技啊？这是串吗？来，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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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狼狗一样。哭也没有用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算哭以博同情。你现在啊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尼诺？有。哭什么哭？有什么好哭的？哎呦我的妈！醒了。